一家医院的网络，一会儿测速只有百兆，一会儿测速又变成了千兆。就因为这事，他们无法通过验收，收不到钱。他们设备也换了，电信也喊了，就是解决不了，他们都崩溃了，只好摇人了。此时此刻的我，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。等会，我先接个电话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那你先发个位置给我吧，等我忙完了，我再过去看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麻烦你尽快过来咯。行。在路上我就觉得还有这番诡异之事，先不管了，挣外快要紧。忙完了以后，我来到了他那边，我先来到前台测试一下这网速如何吧，看看是不是和他们说的一样，有时候百兆，有时候千兆。奇怪的是，我当时测速了好几次，宽带测速都显示只有100兆网络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他们是怎么测出千兆网络来的？于是我就找他们问清楚。哎，师傅，我测试了好多次，怎么都没出现过千兆啊？你这个你这个多拔2次嘛，再查上去不是就变千兆了吗？是吗？是啊，还有这种说法吗？是啊。也是百兆啊。再多拔2次嘛。我按照他们说的试了下，通过拔插网线，有时候百兆网络，有时候千兆。嘿，这事就怪了。这种情况只能去机房看看什么情况了。哎，师傅，我看一下机房吧，机房在哪里？在二楼，啊？在二楼。在二楼吗？来到机房，除了网线有点乱，但设备还是挺讲究的，都是清一色的华山设备。他们说这个交换机负责一二楼的网络，然后三楼也有一个这样的交换机负责三四楼的网络。他们也更换过交换机，但是还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三楼有几个房间也是这种情况。我当时以为是交换机问题，我查了这个交换机型号，确实是千兆交换机啊。我来到三楼，他们说的那几个房间，看看是不是也出现这种情况。这个房间我测出是千兆的，我八查了几次，一样还是千兆的。那我去下一个房间试一下。这个房间就变成了百兆，没理由啊！我看网线的标签，确实是插在同个交换机上的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这个确实是挺奇怪的，我还格外的观察了下他们打的水晶球，打的确实是千兆巴星，而且也没有打错啊。但是网络怎么测速这么的不稳定，居然在一个交换机上出现了百兆和千兆的情况，这个我多年也没有遇到过，这其中肯定有古怪，难不成是这交换机的口有问题？我先用排除法试了一下，我直接把电脑接上去测速几遍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后面我测速了很多遍，也拔插了很多遍，都稳定在千兆。这么一说，这个设备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。我又回到了刚才那个测速有千兆网络的房间，打算再试一遍，却发现前几分钟明明是千兆，这会怎么又变成了百兆？你要说电信问题吧，但是我电脑直接接到交换机上，每次测速都是千兆的。当时我感觉这种情况应该和设备没有太大关系，于是我就把目标放在了网线身上，会不会是这些网线中途有断芯，导致只有百兆网络？对，应该有这个可能。这里我和大伙说一下，网络分八芯是这样排的，我们说的四芯，他们在水晶球的位置是这样的，分别是一二三六的位置，只要这四芯就可以上网了，但是只能有百兆的网络，要千兆的网络的话，就需要八芯一起了。如果网线四五七八任何一芯断了，或者全断了，网络依然可以用，但是会变成百兆网络的。于是我用设备对一下线，便知道了应该有断芯。我先从前台开始检查，我找到了前台的标签，用显示仪对了下线。奇怪的事来了，我在另一头对线的时候，发现八芯也是测得通的啊。这我也纳了闷了，你要说设备有问题吧，我电脑直接连接它，没有任何异常；你要说网线有问题吧，我测它八芯是通的。当时我一时半会也想不出故障原因来，这个时候我打算两头换家水晶头试一试，也可能是水晶头问题。但他们和我说，没用的，我都换了好多次水晶球了，你换过了吗？换过几好多次啦，都换了15次啦。我先换下吧。
我为了排除水晶头，我坚持重新打一遍。嗯，两面打好水晶头后，我再重新测速的时候，没想到之前频繁出现的摆动网络，现在怎么测速都是千兆的了。无论怎么样的拔插，都是稳定的千兆网络，这就有意思了。这个是我职业生涯里面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那八九不离十是水晶头问题了。后面我细看水晶头，才发现问题所在。待会注意看，待会有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？讲真，当时我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，需要换成这个角度才行。它的第八芯居然没有完全压进去，所以导致接触不良。通过拔插，有一定的概率第八芯接触上了，就变成千兆网络了。其他那几个更狠，你没有 5.3 的视力，压根就看不出来这细微的差别。这种水晶头不但能测通，就连我当时都被骗了过去。想必那魏师傅的压线钳不是那么好，才导致这种情况发生。后面我了解到，他们两个人负责打水晶头，其中一把压线钳是有问题的。不偏不巧的是，他们后面更换过的水晶头也是用那把压线钳打的，就出现了他们重新打水晶头也无济于事。我让他们更换了一把压线钳，重新打一遍水晶头后，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。压线钳不好的情况下我遇到过几次，但都是很明显，一眼就能看出来水晶头有问题的。这种压得很不明显，而且对线还能对得通，有一定概率是千兆网络，这还是极其少见的。我就这回见过一次，虽说概率极低，也架不住世界之大，真的是实战中什么奇葩的故障都有。好了，问题已经解决了，下一期就有意思多了。一个七类的水晶头搞得业主流泪，两个电信师傅崩溃，就连他们经理亲自过来也跑路了。